这可能是全蛋仔最珍贵的五分豆了，咱们需要全程为他保驾护航。难道你他妈你暗恋我？不、哦，我是要吃了你、啊！哎呀，我走，我要回家！啊！为了不要五分豆掉下来，咱们先派下机关，让传送带撑上去，再用箱子堵住前面的机关，成功把五分豆送入管道。这些大大些小时，一定要把握好节奏。我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跳。这时候五分豆差不多也要出来了，我来继续追，捡起箱子一个阶梯打一个，再次触碰机关，让五分豆安全着陆。拿起缩小药水，海牙、啊哎、这里跳不上去吗？那咱们就从下面走吧。穿越隧道后前面是旋转机关，可恶，怎么还是看不到我的五分豆。跳过旋转机关偷袭，我操，就这速度还为什么你还会倒退啊？没想到吧，老铁！五分钟，五分钟出来了，五分钟，你等着我。啊，我不打扰，我走了哈。都怪这个电球拖延了我好长时间，这次咱们直接滚动加速。海洋还是被电到一次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五分豆现在还没出来，再把这个球球推到机关上就能激活平台，最后进入传送门，等着五分豆乖乖送上门来就好了。生来就是要被妈妈吃掉的。救我，救 Nice。